什么话？其实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在亚洲享有盛誉的魔术表演家，最重要的是呢，他非常适合我们超级乐半点的节目，没错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诙谐幽默的人。是，而今天和我们一起共同来领略这个神奇魔幻世界，还有我们至上励合，我们中国的励志天团。哎呦，我相信今天这么多人在旁边看着罗宾老师，我不相信看不到他的破绽。好，九个人加起来一共多少只眼睛？哇，十八只。好，答对了。没有观众，我九个人十八只。哦，我就不信这十八。他还说我说错了。真是刘刚是有第三只眼，你是多还是十九只？没有，为了节目效果啊。我马上请出最有节目效果的罗宾老师。两张，带一些白纸来了。三张白纸，4张5张，一个平凡无奇的白纸。所以看，只要数到3，数一下，1、2。哇！什么东西啊？没看见。5张白花花的钞票。最近刚好要去香港玩，所以呢，哎，1000港币，你们那些小朋友有点出息好不好？手都收回去，见面礼了。没有没有，本来想说一个人一张，但是因为太多人了，5张，老师这边5个人。我这边有一部非常大的扑克牌，哇，好大牌，好大，很大，对呀，这边都是大牌啊，有点像刘刚，对，大牌，大牌跟好会印大牌哈，对，来，那很多小孩子看到这个很怕哎，不要，我跟他讲，我会跟他讲，小朋友，等你长大一点，这个牌看起来会比较正常。那我先加工一下这个牌呢，光这样不能用，要加工一下。加工一下，煮一下。哎呦，砖头里面到底是？你想把它切开吗？您这是剁肉了吗？老师，你手会不会痛啊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可以了。哇，你是哇，他连橡皮筋都管好，你看看，多好。无影刀手啊，一开始弄好的吗？好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这个牌呢，哈。所以你看这样多好，一步变2步可以用。好的一步牌，真的太可惜了。那我要问你们了，我们这个至上励合里面，哪两位最有默契、感情最好的？都挺好的，李茂、张远。我觉得李茂跟张远吧，因为他们是同月同日生。哦，真的啊！好，同月同日生，两位来帮忙一下。对，来。同月哪两位？举手是两位啊，两位，好，请来，要过来哈。对，一边一个还是站？一边一个，来，李茂过来。我站到这，我忽然有一种魔术大师的感觉。嗯，加油，来，好。老师一看特别有气质，不是一般人。一半哈，一半，这个一半的牌，好，第一次看这么大的牌，每一张都不一样。对，每张都不一样。好，这里面呢，请你啊，来，两位先来，先默契再培养一下，来，这个怎么培养？来。你们现在把手呢，通通放在这个牌上面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停一下，它会有感应。哇，张远的手好软。OK， 有感应的，好，也可以，这样子，对，这样慢慢就默契更好了，来，好，所以看，每一张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你随便指一张，随便指一张，对你经过指就好了，你经过这个牌经过你眼前，不要犹豫，一张，有感觉的时候就指下去，直觉，就快一点，不要犹豫，直觉，对，点。Touch， 用手指，对，指就好了，指就好了，点，一定要嘟。OK， 好，这里好，好，确定要不要换？不换，就这张。我喜欢第一直觉，这个第一直觉，好，第一直觉，好了，第一直觉是在这边，剩下的你不要嘛，哈。OK， 我们就摆这边，好。OK， 好，接下来这一半交给你了，哈。我也要。来，对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好。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，好。那我现在猜的时候。任何地方，好不好？张伟刚噔的中间，我就对，中间都可以，来随便来，一二三，噔，确定，要不换？确定，好，他不换，你看，好，所以放着，好，其他不要，张牌不要，好，所以这两张都是顺拐的呀，好，好像顺拐的。如果这两张拼出来是同一张的话，同一张扑克牌，那几率有多少？太小了吧，12分之1，104分之1了。啊，104分之1，乘2了哈。对啊，乘2了，52。你排列组合乘2了。57。我们来看看两位。我是不知道一副牌有多少张牌。52张牌。52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很有默契。你的手这边拿着，我们等一下准备数到三。你的手在这边拿着，我们数到三，把它翻开来给大家看，好吧？哇，真的有魔术大师的感觉。1、2、3。
棋有默契，吓你一大跳。魔镜魔镜，魔法的奇迹，捏扁的硬币。捏着，捏着这个，对，刚刚你爬到你手里的硬币哈，来捏紧，捏紧，好。哎呀，好痛啊！何老师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手指头热热的？有，有一点哈。啊，我的很烫。有，为什么呢？拉，稍微拉一下。着了，着了。哎呀，再拉不住了。魔术奇观，硬币真的被捏扁了吗？超级预言，震惊全场。我今天要破纪录了，我要突破自己，我要做四个预言。停。好，那我们分配一下哈，这个，来一张，沈琳帮我拿一张。好啊，对，这个好，好来。好。一个一张，好，一个一张，好。剪牌呀、啊？对，剪牌嘛，对对对，大家。真的假的？对对。对反正你今天到底要剪牌了？不是。这个就给你了，好。好的。再来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谢谢，来。就是沈琳的黑桃。哇！什么什么？欢迎收看《美年达超级乐八点》。哇！亮哥，好美啊！哇哇，十全十美哎！哇，俩默契成这样哦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两个有默契。为什么？喂饲料。我觉得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。其实硬币也很多魔术，硬币就是我们玩的这种，我们平常用的这种硬币哈。那等一下我要测验一下，让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样哪一国的硬币哈。人民币是人民币吗？不是，不是人民币，不是人民币。好，来。这个其实是有个这个魔术有个名字叫做八仙过海哈。你看，一二三四。四个硬币在这里，对，我现在拿起来哈，来一二三四，这边也是四个，对，对，一二三，这经过这样，这边会跑去一个，五个，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对啊，五个，好，这边一边两个，三个，好，你看一二三，这边呢会变成两个，这边，老师，掌声，老师，掌声。再一次碰一下，一二三，嘘，姜才有，姜才有，姜才有，六个硬币，对不对？把它收起来。有的时候硬币不愿意过去，对，任性，这个叫游戏币，吵架。七个，确定一下，来，何老师确定一下，七个，七个，错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。七个好，放在我的手里。好，何老师，叫请你帮我把这个七个硬币，用你的最有力的那一手，右手，来左手，好，来把它握起来，握紧，握紧。何老师，你手怎么变那么僵硬？现在我把这个拿起来，注意看哈。何老师，等一下我要让手上这个硬币呢，穿过你的手掌之后进到。我这样比较好，这样比较好，还是无所谓。都可以，都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，对，但是忍耐一下，有点痛。啊。一下就过了，好不好？一，很痛哦。二，三。没有，没有。老师，什么硬币不见了？震了一下，动了一下，震了一下，不可能是自己动的。那个硬币呢？现在慢慢的，你有感觉吗？慢慢的把手打开，慢慢的把手打开，不可能，不会在里面吗？不可能。数一下，有进步吗？慢慢的数，慢慢的数。数一下，数一下，看一下。一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。